太阳，太阳，太阳，咋了，东东？快点拿着你的碗，咱上黄爷家吃饺子去。饺子？那肉的酥里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肉的。你先将你的碗拿了呗。关妈妈，你等我一会儿吧。快点啊！因为饺子都凉了，赶不上了，快点。他俩咋了？你家的饺子下饭了？饺子来。饺子嘞，正好我上午还没吃饭嘞。嗯，东东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给你问的是饺子汤、啊。饺子汤？那你说包饺子包饺子，我以为真饺子嘞。哎呀，东东，你咋那烦人，害得我背脯一疼。俺姐没说错呀，就是包饺子，只是呢，咱要包饺子汤。哎，快啊，这边管吃不好了吗？对对对，管吃都中。那肯定了，这是俺妈才给俺买的，不仅好吃，还好玩嘞。那这里边不会真有饺子皮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是饺子皮，这个是饺子馅，这个是调料。呀，这样的饺子汤我还是第一次见嘞！哎，赶紧给我做一个，叫我尝尝。管，先把皮放到模具上，然后把饺子馅放到饺子皮上，再然后撒上调料，最后抹上果酱，再然后盖一下就好了，把饺子包住。哦，看着都好吃。不还俺包吗？好了好了，给东东。哎，我也尝尝啊。嘿嘿，看着都好吃，我尝尝啊。咋样咋样？啥味儿嘞，东东？有一股草莓果酱的味儿，还有酱香糖，跟嘴里边乱喷。那行了，我听着香好不好？这更不错，酸酸甜甜的，还是软糖嘞。哎呀，那你这样说，比他自己家包的那个猪肉大葱馅的还好吃嘞。小青，你包好吗？快叫我尝尝。包好了，给你给你。嘿，我尝尝啊。咋样吧呀？太哇塞了！真的吗？你这一说，我都急得流口水了。我也赶紧给我自己包一个饺子尝尝。那赶紧，那先做一个，那尝尝，做好之后再给我做一个啊。我包好了，我也尝尝我做的啊。妹妹，我的也包好了。姐，你赶紧尝尝，很好吃。乖，我尝尝这饺子啥味。是不是很好吃？对，又酸又甜的，吃了之后还开胃的。现在我也想吃了，我再做一个。我吃。哎呀，我吃我吃。没了，你我吃。好，乖。你别吃了吧，东东，你别吃了。放点调料。你别吃了。